这是一个空间魔盒，打开这个红色的盒子，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盒子，把黑色的盒子拿出来，再打开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球，把这个红色的小球拿出来，再把这两个盒子盖上，红色的放进黑色的盒子里面去，再盖起来。那么接下来打个响指，神奇的事情直接发生，在红色的盒子里面又变出了一个蓝色的小球。这个蓝色的小球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再把这个黑色的盒子给它盖起来，放到红色的盒子里面去，然后盖上，打个响指，红色的盒子里面还是黑色的盒子不变，但是黑色的盒子里面却又变出了一个黄色的小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红色的盒子大还是黑色的盒子大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当我把三个小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三个小球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红球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你看出来了吗？